护国海宽号全台浮选列车前进中二选区开讲。我每天这样在四六点外拼到是去台北开会，下昼都拼回来，谁都要拼去开会。大家在讲最近在烦恼讲迄个交通足麻烦，去用检举，迄条我敢唔免去找交通部？啊，谁啊我的对手伊足无爱我去开会的，总爱放风声讲迄林静怡拢无，我拢无快，因为伊无能力开会啦。伊连止损都袂响啦！寻求连任的立委林静怡炮口瞄准对手严宽恒，地方常有风声说他不够在地，他要讲清楚。伊家大业大，伊的行动的环境跟咱无同款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去跑，只讲一件事情，说林静怡没有在地方。林静怡是为 A 这样不要搞 A 啊！在立法院，在台北审预算、审法案，出席率100%的立委，回到地方，他一样站在第一线。我们要打破家族，打破黑金，打破长久以来被恶势力霸占的中二选区，对不对？全台湾各地都有马文君们。我们要打破这些地方势力。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郭玉琴、万老师也成为浮选讲者之一。中二选区拉锯战，林静怡要靠问政成绩争取选民选票加一。三立陈俊彦、朱淑君、N小组台中报道。